你唔使唔認，個個細個都總有啲夢想噶啦。细个读幼稚园嘅时候，样样嘢都简单啲嘅啦，人人都差唔多。不过我记得有一样嘢，人人都唔同嘅。我哋个个都有唔同嘅梦想，好似阿陆以轩咁啦，佢话想做太空人登陆火星喎。仲有嗰个余依玲啊，佢想做港姐，履行宣扬香港嘅任务，同埋入娱乐圈。仲有嗰边个？他們說做什麼醫生啊、護士啊、律師啊、教師，而我就只是想做個好學生，因為媽媽經常說要讀好些書，一定要入大學才能有前途，所以我的理想就是要入大學，做一個大學生，不要令媽媽失望。有一日，我发现了一个事实，原来很多人的梦想都突然之间跟我一样，都是想入大学，都不想令阿妈失望，于是就产生了这个叫太弱留强的效应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收到大学寄来的给我信。
真的没想过我要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打击，入不到大学，我的梦想已经粉碎。想想想想，其实入到大学都不等于一定点的。不过我现在可以点呢？我都不敢想太多。一架舊相機加一啲靈感，燃點我另外一個夢想嘅開始。再一次有翻目標嘅感覺，真係好。我更加明白到有夢想嘅意義，因為我已經為咗依個真正屬於我嘅夢想而去努力，唔再係發夢啦，而係真正有我嘅理想。我當然想話俾我最緊張嘅人知啊！你哋攞到勝利咁又點啊？唔光彩嘅。咪係啊，唔緊要啦。真噶？嗯。咁你可唔可以送一個獎牌俾我啊？在那個幾鐘頭裏面，他雖然沒有說出口，但我當他支持了我的了。有一班支持我的弟兄姊妹，令到我覺得特別溫暖。他們說雖然大家的理想未必一樣，但我們都一樣實現人生存的意義，就好像大自然裡面的一切都有它備造的美意。最開心的就梗係可以同埋你哋一起分享啦。喂 Alex，
係。哇！誒？在我心目中最大的成果，其实是我已经找到更精彩的生命。